悠悠和四喜丸子一起去逛他博会了。妈妈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看到好多漂亮的依依，这牛悠真的好开心，给依依亲亲，亲亲，再亲一口，这个依依也亲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亲一个，嘴巴都要亲歪了。丸子戴帽帽也太可爱了吧！悠悠和四喜看到依依们都好开心，我们忽然就被包围了，还遇到了好多狗狗朋友。不一会儿我就被撸秃了皮，哈哈，真的很开心，谢谢每一位喜欢我们的你们，爱你们哦。